到更多金矿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是艾尔之戒。我死不止一只啊，我死很多脑，不止一脑。我是玉石之上，虚空，你玄奘正，我们和阴影是一体的，我们和阴影是一体的，很说你的，我是玉石之上。说你的命令，金矿能量不足，研发完成，月传更多水晶塔，试着盖在紫莲家旁边。这是预兆吗？也许机会要放在能量立场里面才行。你需要指引吗？我们解决天命，来，我们开始吧。次元弦线调和成功，弦线稳算中，需要协助吗？小心引刀就好。需要更多能量，你是不是开自动释放啊？明白，
因为刚刚进去，先是进去的时候看到他什么科技都没有，不太合理。至少也要有个 VR、VC 或是 VS 吧，他什么都没有，这不太合理。所以我猜他是引导野在外面。